你再让我看看，。脚下没鞋穷半截，买双鞋去。这鞋不错，多少钱？698元。太贵了吧？澳洲小牛皮的，舒服吗？还行。买两双啊！哎，开票吧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要不咱再看看吗？看什么呀？叫他，快去开票，两个。不，你也挺爱穿的。算了，我老陪人看房子，我穿不了什么好的。怎么着，穿上走还是装上？脱了。哎呀，穿着吧，穿着吧。上回说到严家看管啊，这严家看管不是什么都不让，而是什么都得掌握动向。喂，银鑫房产中介。哦，吴桐啊，哎呦，我们刚提到你呢。喂，说你牛呗。哦，晚上有应酬啊？应酬谁呀？你应酬谁呀？工商的。去哪儿？在哪儿啊？泰丰宾馆呢？几点回来？几点完事儿啊？太晚了，晚上不让他回来。那太晚了，你就睡沙发吧啊。让他睡沙发没用，他有钥匙。这就叫掌握动向，知道了吧？这样生活也太累了。以后就得这样，不光是他请假的时候问，这晚上回到家里还得仔细的问，最好啊，冷不丁的上现场抽查一下。另外，除了掌握动态，还得让他兜里没钱。哎呦，钱的问题是小事儿，哎。你们现在几天交一回公粮啊？小红，你又说这个。哎，至少得三次。一礼拜三次？我们俩就一回。啊？你可真憋得住劲啊！哎呦，这一礼拜一回可不够啊，你得三天一次，这是正常的情况下。现在你的情况特殊。你得让他天天交，这就是严管的一个主要部分。你得让他把公粮交到没有余粮为止。伯母睡了，这一次他坚决要跟上大家一起去。他说：“没完吧？咱家到泰丰啊，不紧不慢的走35分钟，堵车堵一多钟头。”都谁去了？没谁啊，就那些人，财务办公室的何总、何总秘书，没了，就这些。
就这些啊？那王梅得去啊，他是副总啊。没了，就这些。干嘛了？吃饭吃到现在啊？吃完饭还去赶歌厅呢？去歌厅干嘛呀？唱歌。光唱歌啊？还喝了点酒。老去什么歌厅啊？应酬呗。哪家歌厅啊？我们公司自己的。你们公司倒什么都有。还有桑拿呢，全套按摩。你看。哎，小杨，今天是星期六吗？啊？不是天天跟他混在一块儿吗？是，也没天天啊。他那意思就是两家人都带着孩子，就聚会聚会呗。谁请客？就是说这事儿啊，没提。可是我觉着吧，应该咱请。凭什么呀？你看，以前我跟老毕一块儿出去坐坐什么的，都是人家抢着买单。咱现在条件好点了，咱请一回呗。我就不愿意，吃什么饭呢？我还得化妆，还得换衣服，多哎呀！别，这是小问题。好家伙，我们吴太这天生丽质的，这应该拿出去给大伙儿一块。行啊，我就烦你说我什么吴太吴太的，干嘛把你的破姓摆在前面？那你打算怎么着？叫什么呀？嗯，我叫啊。算了。我叫什么姓儿？人以为我改嫁了呢。你看，这没办法，还得是吴太。叫双英。啊，这就说定了，就这么着啊！一块儿吃顿饭。嗯。哎呀！啊，双英家的，嗯。嗯。双英家的。叫我呢。那还谁啊？哦，看见我成双英家的，您有什么吩咐？什么？柔柔，好。双英，哎呦，你轻点儿。行，解气呢。财务部的情况，你跟吴总对接了吗？
正在准备。何总希望你快点，这点你应该很清楚。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没有。我听说你最近跟何总走得很近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我不希望你的情绪破坏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王总，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你说人的机会呢，一生可能只有一次，所以这一次我得好好的把握。您说呢？吴老师，林林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，我就是随便转转，认认地儿。哦，你找焦经理？也没什么重要的事，我就是看。哎呦，吴总啊！哎，焦经理你好，怎么亲自下来了？有什么事打一个电话，我上去就行了。哎，我没重要的事，我就是了解了解。哎，点点，愣着干什么？给吴总倒水啊？哎，不用，我就随便看看。没事。咱们财务部人还真不少啊。啊，是，人是挺多的，啊，这个吴总啊，我记得你是财会专家，你有空的时候给大伙指点指点。嗨，我也不是很懂，我先了解一下情况。那您今天来是想了解财务的状况？随便看看吧，先。啊，我正在写一个报告，回头交给你。好。那这个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过去了。好嘞，你忙。哎，谢谢。吴老师，你想了解情况的话，应该找一下关总。关总是谁？您的前任。啊，对了，关总啊是病退的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对接吧。哦，好。天了吗？什么天天了？哎呀，就我上午跟你说叫公羊的事儿啊！哎呀，你小点声，大马路上，你说这多难听！怕什么呀？谁知道咱俩说什么呢？天天了好些天了，他倒没什么，我可觉得受不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行了，别告诉别人啊。好。娘，有时候我想想，我觉得做女人挺难的。男人要是没钱吧，觉得他无能；这要真有了本事啊，就怕把自己给甩了。有些事儿不愿意也得干。哎，你就说我们家先前那位吧，我打心眼里我就看不上他，可没辙。离了婚吧，哎，看了一大圈，还是觉得原配的好。行了，你看你整天男人女人的。好，我不说了。哎，咱们待会儿去哪儿买鞋呢？商都大厦吧，走。哎，那还挺贵的，咱换个地方吧。就去那儿。还是做吴太太的好啊。怎么了？大个的馅饼都落在你头上了，还唉声叹气？去了半拉月，待了15天，除了喝茶就是看报纸，屁事都没有。好事儿啊，看看报纸，聊聊天，喝喝茶，挣着大把的钱，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落到我头上啊？哎，老毕，王梅什么意思？他好不容易把我弄去了，又不给我事儿干，可我还享受那么高待遇，你说我心里也慌啊。我知道慌吗？知道发慌就好。咱今天干嘛来了？
不就请你吗？请啊，你想吃什么你点，你点。我是问你，咱今天来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毕可超，你有劲没劲啊？我没说不请你啊，你说这儿不行咱换地儿。吴桐，就咱哥俩这关系，多少年的交情了吧？你现在飞黄腾达了，过上好日子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是不好好请请我，我心里就不痛快。王梅呢？是不是人家给了你总会计师的职位，给了你这么高的工资，给你配了车，还要给你房子，可你呢，连个屁都没放一个。他会什么感觉？他心里怎么想？肯定是凉透了，人家。他心里凉了，能不晾你吗？咱心里能不发慌吗？说了，好话说了快一车了已经。那你说我也不能把谢谢俩字挂嘴边上吧？哼，再有老毕，你说他把我找去，我是不是把活给他干好了，就算谢谢他了？没错。啊，那你要说那再肉麻的话，我也说不出来了。我谁让你说肉麻的话了？起码你有这想法就对了。哎，他是不是还是一个人生活？不知道，可能吧。吴桐，如果我说错了话，就算我放屁，王梅是不是一有机会就立马想到了你？这是事实吧？我刚才说了，让你一夜之间成了老总，人家这么死心塌地的帮你，你就不应该跟他亲热亲热，近乎近乎，很正常吧？那你怎么近乎啊？一同事？很简单呐，这点事就不明白。有时间的时候多在一块待待聊聊，这可以吧？当然了，时间长了，要是待着聊着有了感觉，你俩就是干点什么也是很正常的嘛，也没什么了不起嘛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了。你看，哎呀，吴桐，真没法说你。其实你这个人呢是特别有才，也很实在。但是为什么发不了呢？这几年没爬上去，你就是太犟了，改不了你这狗脾气，不听劝。你不爱听我也得说，就说陶楚。你说人家还没怎么着你吧，你急得跟疯了一样帮人家。王梅这么帮你是吧，这么关心你，你倒觉得是应该的。你说这上哪说理去？这个你不能那么说呀。王梅跟陶楚怎么能一样呢？这怎么不一样？都是同学嘛。王梅过什么日子，陶楚过什么日子呀？一个下岗，一个是老板。王梅需要我帮她什么呀？你呀，都是人，都是正常人，都是女人，都得需要关怀。甭管怎么说，王梅对你是相当够意思，你心里明白。虽然有差别，但这也是基础。只要你靠上她，那将来你的路会非常的顺利。这事儿听我的，就这么定了。小姐，买单。你自己琢磨琢磨。2.18元，2.18元。今儿个你请客呀？喂，双英。哦，我在路上呢。停电了呢，洗澡水断了呢。哎，行，我给你们解决，啊，我这就接你们去啊。那行，你甭管了啊。哎，小芳。哎，吴总。去我岳父家吧。哎，好嘞。啊，爸。哎，爸，这么漂亮，这地方真漂亮。媳妇，妈妈，这真的假的呀？哎呀，别动别动，是假花儿。没事，让他玩吧，不要紧。爸洗澡呢。啊，先洗。来，您这东西。哎，那是淋浴啊。哦，水挺热的。哎，我给你关上啊。哎哎哎，玩吧，没事，妈妈玩。
建芳，真棒啊！哪天带咱们家到这搓一顿。萌萌，来，快点。觉得怎么样？哎，舒服舒服。哎呀，在家里舒服多了。来，快上车，别着凉。你抓紧接触一下会计师事务所，因为改制方案一出来就要资产评估了。知道，我会马上去办。对，哎，对了，吴桐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哦，我正在准备材料和他对接。可是何总，据我观察，这个人好像什么都不懂啊。我真是不明白王总怎么会选上他的。老焦，背后议论人可是不好啊。年轻气盛是大忌。是，我知道。喂，哎呦，你一声就听出是我来了，啊，我在公司呢，没有，那个我能忙什么呀？没事可，啊不，除了回家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干嘛呢？没什么事儿，不是也不能说没什么事儿，这样王梅，要不然咱们找个地方喝杯咖啡，要不然有一点是，哎呦，电话里也说不大清楚，我那我过你那儿，你在哪儿呢？上你们家？哦。肖经理，我们公司的资质没有任何问题。当然由我们来接手泰丰公司的资产评估，不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没问题的。当然，资质只是一方面，关键是看肖经理肯不肯帮忙。帮忙呢谈不上，不过我们何总的意思是要快，快上加快。这一点你们王总跟我也有过简短的交流。资产评估不是一件小事儿，我们不会把它当儿戏。当然，我们会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尽全力加快速度。这一点也请你跟何总说一下。是是是。不过我们两个老总的意见呢，他都是正确的，其中的度，我相信黄总可以把握得好。毕竟黄总是老江湖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焦经理，事成之后，我一定重谢。哎，黄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把事情办好那是第一位的，其他的嘛就以后再说了。对对对，来日方长。哎呀，像焦经理那么年轻有为，泰丰公司将来一定是您的天下。哎，黄总，这我上头啊有王总，王总上头还有何总，你这话传出去，你不是在夸我，是在害我。哼，话是说错了，道理就是这个道理，有些事儿他只能做不能说，对吧？对不起对不起，不说这个话题。问句私人问题啊，有女朋友了吗？啊，算是有了吧。太好，我呀真想交你这个朋友，这份薄礼呢算是我送给未来的弟媳妇儿的，请笑纳。别见怪啊，黄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没有其他任何意思，只是一份小礼。
小意思，来来来。挺快的嘛你，进来把门关上啊。这不用换鞋是吧？哎，没事儿。你可是第一次来啊。啊。你房子不错呀，王梅。快坐吧你。哎。这么大房子你一人住不害怕呀？害怕，那怎么办？有事儿？哎，我真佩服你了，你那么多年就一点都没变，怎么女人一看你，你就脸红啊？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一点你根本就没法跟毕可超比。说说，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快说啊！那我就说吧。那个王梅就是，那个，我能进这公司啊，应该谢谢你啊，不是，就是咱们是同学，这话就不用说了。那个，就是我想说什么呢？就是那个你要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可以找我，我帮你干。当然，就是我只比如说那个，就是。比如公司以外的，那个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嗯，你想说什么？我知道了。你做了那么多年老师，那刚换了一个环境，你可能不太适应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呢，什么都别想，你就是先熟悉环境，啊，嗯，以后慢慢都会好的。哎，对了，那毕可超没教你问点别的？没有。不是，那个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喝水吧你啊。来了。甜甜，哎呀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老是不回呢？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，就赶紧过来看看你。谢谢你，我没什么事儿，请你回去吧。你也不让我坐坐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啊，其实呢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过来看看你。对了，你那个吴老师吴桐，我对他不是很了解，他人怎么样？怎么，总会计师没当上，想从我这儿找突破口啊？甜甜啊，你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。但是漂亮的女孩子一旦刻薄起来，就不可爱喽。我是真心喜欢你。你有真心啊？哎呀，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你这句话是不是对你王姐姐也说过呀？那你对你那个吴老师不咸不淡的，是不是因为他是王总的同学？
焦亮，你的小聪明能不能用到别的地方去啊？点点，点点，我不管公司里的人怎么说我跟王总，我都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你，你对我的看法。是，我是讨好王总，我想得到一个好的职位，那我想有钱有地位，让我喜欢的女人过上好日子，我就不同了，这有什么错呢？那，你现在没当上总会计师，是不是就不想巴结人家了？哎，那你下一个目标是谁？是何总？你不要老是把我想的那么坏嘛。点点，我今天找你啊，是真的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这个是我刚给你买的，你瞧瞧，喜欢吗？焦亮，这，哎呀，焦亮，你起来，焦亮，焦亮，你别这样，焦亮，焦亮，你走吧，这不可能的，焦亮。去他家了，真穿上家具服，啊？哎，怎么着？没听明白？哎，我说，哎，吴桐，让你去，你就是想了解了解情况。以前咱们都是老同学，现在呢，你们又是上下级关系，知道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啊？是谁呀？一个同学。哎，我说呀。谁说话呢？一个同学，别说话啊。哎，吴桐，你先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甭管王梅对你什么态度，千万别想的太多，知道吗？该表现的还得表现。哎，我觉得王梅这段时间正在考察你的工作能力，知道吗？啊，行了吧，你毕可超，你，我发现不能什么事都听你的，你说的都对吗？搞得我心惊肉跳的，他不是。行了，再说，我到家了。啊，你怎么着？不是说好这次到日本谈判您亲自去的吗？议程都安排好了。你谈判比我在行，你去比我合适。再说了，我最近腰不太好，行动也不方便。何总啊，可是这次谈判对方很重视，要是您不去的话，恐怕会引起对方的什么误解吧？不会，他们都知道你是我全权代表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大胆做，我支持你。行。吴桐。哎。过两天啊，我要去日本谈判。啊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改制呢，我觉得是件大事儿。我不在的时候呢，我希望你呢能把握好节奏。啊，你就说我现在干什么吧。我看要不这样吧，就是你到那个公司的下属啊，先去做调研，尽可能呢做一份比较详细的调研报告。行，我明天就去。吴桐啊，小心身体啊。我走了。请进。
走，吴老师来了，坐坐坐坐坐。啊，是这样，今天晚上公司在宾馆邀请澳大利亚客户，你也参加，另外把夫人也带来，澳方有夫人陪同，我们这王总明天去日本出差，没你同志陪。怎么样，来了有半个月了吧？21天吧。你看你们搞财会的这数字概念就是清楚，我就不行了，老了。您挺精神的。您怎么样，还能适应吧？挺好挺好。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都挺好的。好，记住啊，7点钟准时到。哎，你刚来不知道我的工作作风，我是军人出身，最讨厌的就是拖拉不准时。哎，您放心，那我去准备一下。好。哎，哦对了，吴老师啊，以后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找我。哎啊，当然找王总也可以，你们毕竟是老同学了嘛，合作起来会更好一点啊。哎，那我走了，何总。哎，好嘞，就这样。哎，有事有事。哎，就这样。小王，先去你嫂子那儿，然后回我们家，再去我岳父家。哎，快点啊。怎么着怎么着啊？不去。哎，去去去去去去，你看你看你看，我都让他们吃成这样了我还去呢。老兵说了，以前跟外国人打交道确实很麻烦，现在呀没那么多事儿了，也就是穿着得体一点，言语得体一点，举止得体点就行。怎么叫得体？哎，我问老毕了，老毕说反正是我得穿西服，你得穿晚礼服。我哪有晚礼服啊。我问了，老毕说了，长裙完全可以对付，再戴上点什么耳环呢、什么戒指之类的，这不咱家都有吗？去吧去吧，小王在门口等着呢。行了行了，我都跟儿子说好了，放学我接他。是啊，你接孩子上你爸他们家，我去回家给你拿衣裳，在你爸他们家汇合啊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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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说我说，哎呀，我还是不去了吧。你说我这跟老外又是头一次接触，哎呀，我又不会外语，再说了。哎，老毕说了，不会外语比会还好，因为你要会的话你就瞎说难免有疏漏，可是你要不会呢，他中间有个翻译给你过滤一遍。再有老毕说了，不用拿外国人太当回事儿，反正我体会什么叫陪同啊，就是微笑着吃就可以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呀，我不去了。去去去去去啊，老毕说半天。你看你老毕老毕，你都快成老毕孙子了。下回下回我让老毕换上长裙，戴上耳环，陪我一块儿去啊！走走接到哪儿去了？这是。哎，小王，哎，我呀，你上学校看一眼，啊，没有啊，不是，你路上小心点啊，别走岔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哎。干嘛？你们要去干嘛？还有个饭局。啊！饭局你也带着我呀，爸。别做饭了啊！今儿我姐夫有饭局。哎，好嘞。
这请请，改天请啊，今天不行，改天咱吃那个基围虾。行啊，就今儿一块儿啊。今儿不行，今儿公司有事儿。公司什么事儿啊？还有个活动，烦死了。嘿，到底是总会计师哈、啊，别带我姐去啊，她不是不让你去台风吗？那就那么一说呗。这西装不行。怎么了？我这个新买的。嗯，牌子不行，换个名牌吧。就他吧，能来得及呀、啊？谁看得出来呀、啊？再说，哎呦，你有钱，商店五分钟就搞定。几点了？你说是。哎，小范，喂，吴总，没见着萌萌，没接着萌萌。那家中的心在牵挂。